哇，你这名字太难听了吧！菜逼巴猎人，早安！我的天哪，这名字超难听哎！你在骂我吗？哦，那个杰克喵喵，我没有点开看呢，我怕太恶心了，我就没有点开来看了。真人情感，怎么又在探索？参加探索，但是打他小。啊，我打古龙啊。潘石安安、蔡李凡安安、TIONG 安安、绿茶的安安、那种凯西安安，是凯西吗？忘记了。哦，凯欣啊，不叫错。然后品质安安、小月安安、张平安安。东方一语安安，啊，好困哦，没睡饱哎。更变装备。回头看他们打什么？探索没了。困哦，还没醒哎，我在打什么啊？是谁？哦，你很没礼貌哎，对不起。你在打什么啊？他还在捡古龙的痕迹。对，我在捡痕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在参加探索？捡痕迹啊。猫之翼呢？探索。我刚看你在探索，没有啊。我是去按救难呢。我在打优甲。哦。打了五级才掉一个。嗯。有够难掉的。孤山野猪。嗯。默默安安 ，DAW 安安，小雨乔安安，谢森良安安。哎，好困哦。睡啊！你刚没睡觉。我有睡啊。你没挂台哦，我刚在外面。我七点才刚开而已，我看到你七六点多就在这边了呢，还参加我这边，你说你在外面，你骗人。哦，你骗人。哎，不是，我没有通知，而且我不到七点。靠，要不敢讲过几次设闹钟了，借口。我在外面设闹钟很尴尬，好不好？七点呢、欸？我是说，如果我还在外面，你又会怎样吗？我在外面很吵哎、欸！我听到，哪会吵啊？啊？会。
因为我闹钟是设到最大声的那一种。不调小声哦。小声的设闹钟干嘛？哎，龙毛会计。央鸡啦。哦，央，我看错了。要多快啦？哦，好多只哦！一只都有八只啊。想说一排东西是什么？啊啊！它跑掉了。我没有抓到最亮的那一。完了，等一下哈欠一定更多。这什么、啊？密码公开踢人，探访小屋，哦。好多问号的龙啊！打到不知道打什么哎、欸，打到不知道打什么？对啊，还会这样哦。当然会啊！你进入了人生无意义的、没目标的撞墙期了。那是撞墙期，差不多了吧？这不是撞墙期，好不好？想一下哦，这游戏1月10号开始，我现在已经2月26号了，等级也到了410多等，好高。应该说1月10号开的游戏，1月13号就已经通关了，然后2月，到2月以前就已经200多等了啊。只有你还是全部人都这样？我啊？你是说只有我没有目标吗？不是，我是说就是一下冲这么快。嗯，其他人也差不多啦。其他那谁 HTT 也是390多等啊。我操！什么叫段位啊？反正等级高而已。但没睡饱啊，我还梦到什么鬼东西？我还梦到我自己要准备开台了，那就是惊醒。然后还梦到说啊，算了啦，今天就休息一天好了，然后又醒来，你知道多累吗？梦到休息一天，然后还醒来。对啊。我的妈呀！累死啦！现在是晚上。要干嘛？抓水母啊。嗯。看看有没有。你说走到大平台，然后开那个望远镜看。你开荧幕分享。我在等三，现在在等三月啊。能一起玩吗？还没买冰原，你要买冰原才能来我这里啊。
买冰原也能一起玩啊，啊只是你就不能玩到我们这边的东西啊。我不知道冰原可不可以跟没买冰原的玩欸，因为会有钩爪派生这个东西啊。可以啊。真的吗？所以他们用不了钩爪，我们可以用钩爪这样子。对。哦。那时候南极他们就是开着钩爪帮我打龙。啊？他们那时候开着钩爪吧，然后帮我打龙三龙吗？还是龙烟龙还是什么？靠！可以用钩爪抓龙三龙哦。不是，我忘记是哪一只了。可是他们就是可以飞啊，然后他们就飞给我看，然后飞得很开心。去哪里？另外一边。我在看的是什么鱼？往右转。等特价再买，这难特价吧？向左上看，往前往前，太不是这个，你先不要抬头，右转，往右，你是不是白痴啊？什么意思？这张地图是暴风雪啊，暴风雪就不会有啊。暴风雪，他刚没有写暴风雪啊。你这样也看不到啊。你这张，等一下，先按掉。按掉，地图拿掉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乱动。不是，有龙。我知道有龙。嘿。隐身衣穿起来，我要跟你讲说你要看哪个方向。跳，你停，不要动！干、哦，叫你不要动，抬头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再转一下方向，你不要滚啦！你去栽种，他要打，他不会打到你的。哦，站中间，右边一点点，右边一点点。嘿，然后抬头，抬头。左边，边，嗯，你们看那个很伤的那个伤顶，左边那个很尖的那个，你就走到这边，然后拿放大镜、望远镜往那边看。反正我那时候干，就跟你讲说给你看那个影片有没有？我那时候也是在这边看啊，左边那座尖的，这个，对，你再给我看一次我的影片。哦，好。你拍什么照啦？好了，你可以离开，你可以离开了。你没吃生物博士的话，你就赶快离开啊！你有吃，你就慢慢走回去啊，不然被撞死。我看你是没吃生物博士啊，你这血量没有没，那你就直接死出去就好了，没差。不是，我要采那个啦，那个啦，足迹啦，所以才顺便来看的啦。我只是要踩足迹而已。没有啊，那个魔物猎人也是很久之后才开始特价的，所以你要买冰原特价应该是很难，除非等明年吧。因为魔物猎人那时候也是等了，快八个月吧才特价，很久。很久才特价，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就说要玩，但是到今年才买。
哦，不对，我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吃猫的生物模式。为什么？我还没有那个材料。你都跟我在这边，你吃不到？吃不到啊！你在我的集会所里面呢。对啊，我上次也是在你的集会所。来来来，你看荧幕分享，我看一下，你为什么吃不到？我不知道是这里有没有，我再看一次。在后面，居酒定时有啊。欸，为什么你是裁缝？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没有啊。换。我上次就是这样的啊，然后想说不是应该很常吃到吗？结果那时候就发现都没有。那可能厉害。没有，我就是还没有打到那个那么后面。自己买是什么？东西？这么快？我是不是因为都没有几颗减肥机，所以我的刀虫才会这样到处乱打？对，他会带你去找那个有突击的地方。是我很常看不到月亮在哪里。我就跟你讲了啊，你要先找，他突击有分顺序。你要先去找，找到之后才会带你去找有那个足迹的地方。你捡到那个足迹之后，才会带你去找那只魔物。我以为就是到处乱走乱捡。有些地方都有距离一点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找。不是空啊，气死，不打了。对。那种地上红红的 ，mod 啊，因为冰原太白太亮了，很多东西看不太到，就装这个。什么红的？掉落物。哦。
我以为是其他的。你以为是什么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学。你刚好吃饭吗？我看，我没有。那哦，对不起，不是，等一下你再回营区我看一次。再回营地我看一次，因为刚他们这边正在打，所以没看到。你点选择食材，烤腰啊。嗯，为什么会问号问号？你看第四个，第四个有背的那一个，对啊，下面那边一个都没有拿。不是，要全要黄绿色的六个全部都有才有生物。你从刚刚一直听不懂我们的对话吗？我在叫做那个啊，他在我们的集会区域，所以他应该可以想，对啊，可以吃到我的那个食材才对啊。了解。奇怪，为什么这边的人都不喜欢听人家讲话？你先回来，你先回来，先回集会所，我看看。乱出，差一点。你今天要开到几？大概？不知道。哎呦呀！再去撸三虎。你在唠什么啦？在找那个吃饭的地方。不是，我叫你哦。你先问啊！靠，你就走差两步，走就走。不是，我以为你说我要去哪里啊？选择食材。对啊，这边就有啦。按右键，按右键，选那个啊，再滚，再滚。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有啦。啊？你要在这边吃。哦。在外面不行。我不知道，我都在这边，我都看他们在这边吃才吃到的啊。好，所以我刚想说猫自己在讲什么，那你又在讲什么？刚头很痛，你的小猫回来了，探险队。冰原是世界过完主线，对啊，你世界主线过完就可以过来了。这个东西是随便按都可以，就是。是随便你按啊。然后你刚记得你是按哪里吧？龙岩地区吧？龙结晶之地吧？那你等一下去那个调查班那边看一下，你就会得到一大堆那个龙结晶的任务了。哦，不行，我头超痛，天哪！下面来，没有，我是看我那个，嗯、好了没？嗯，那你还选错？不是啊，你什么好了没？啊、你好了没？你登录你点在之前就会自动完成任务了、啊。哦，对哈。
欸，有没有？这边的溶解晶的上面啊，到底要选什么啦？没有，我在看东西啊。我在想，为什么还有一个金叹号？金叹号就是新的任务哦。是旁边那个呢？参加条件有个金叹号，哎，还是那不是金叹号、哦？那是坎坷啊。哦哦哦！有发现两个人，或是时间越少，两次力竭有看到，那是越难打的，就都有金叹号。哦。可是他的报酬金跟奖励好好，所以啊，越难打的当然越多啊。好难哦！慢爬，慢爬。哎，谢谢美珍。哎、欸，什么啦？现在白天了啦。特产小屋。你要知道你的特产香菇在哪里呢？你不知道的话，你过去不知道干嘛。那个你要自己爬。是那个啊，长很多枝的那个，我有看过那个。那你知道位置就好了。之前有一个任务一直接那个。那你知道位置就好了。但其实我们没有要采香菇，那个特产香菇榛子中也是食材，你知道吗？你吃饭的食材，你要自己去找位置，它不会显示在地图上，它是隐藏的啊！你不是知道？我以为你不知道，是说那个长一只一只很特别的香菇，什么一只一只很特别香菇？就。它有个很奇怪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它就一只一只很多只，然后一束这样。哈，没有，我现在主要是要采那个。啊，你干嘛来这边？你又没有采香菇？他刚不是叫你去录珊瑚台地吗？不是，我看到那个。那个？我要抓那个。女郎哦，嗯，抓这没有用，这好像才5点还8点而已。可是它是特别显示出来的，吧？吧？鹿山湖台地。哦，出车祸了，大概10分钟后会有救护车。刚听到刹车声，那样嘣一声，很大声哎、欸！你有听到吗？有啊，还蛮大力的哎、欸！我说假的，很大力耶、欸！你是听到刹车声然后嘣吗？对啊！哇！直播出货那个出车祸现场，哎，明明下这时段明明就是下班。我还可以开那么快，不懂。一定是钻小缝或者是闯红灯啊！就不懂啊，有什么好钻的啊？很，我家这也很常有这种东西啊。极灭的章节魂。诶、欸，我要跟他讲话吗？不用啊，下去找司机啊。他有惊叹号。哦，有。我看来进入最后的阶段。嗯，这个也可以抓吗？好清楚的车祸现场，可是我离我家还是有点远呢、欸。天啊，这可以抓、啊，你抓得到的话。但有些你会看到小金、大金什么鬼的，那都在超远的位置，你根本。啊，生无可恋。啊啾！啊啾！干嘛哭？跟变装备？没有，哎呦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他游走了。
到底在捡主机还是在干嘛啦？看看小只的东西就想抓。我听外面有女生讲，不要管我。金色摇曳鳗，请问是稀有的吗？还好啊，大小金都只是看运，大小金跟那个环境色都是那个看运气啊。你会看到那个摇曳鳗女王才是最稀有的啊。哦，对，摇曳鳗女王，我在那个房间都放不出来。为什么？还是我要特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让我选摇那个女王。他只能在一个罐子里面哦。哦，还有分呢、啊？屁呀、啊，不然嘞，你直接让他出现在地板上面哦。他不是会自己把他关进去吗？关怎么关进去啦？就是、这个要抓，这个要抓，这个要抓，那个是极昭蜻蜓，这是稀有的蜻蜓，看你要不要抓啦，随便你啊。哎，白痴！你是白痴哦，就在你面前收不到。感谢刚谁？看一下啊、哦，前台没有显示。哎，后台怎么也坏掉了？哎，我没看到哎，刚刚是谁撒钱？捷云吗？不是啊，刚刚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鬼？刚刚不是有人撒钱？我有听到的，还是那是追踪，还是订阅？不是吧？订阅的话有钱的声音啊，刚刚应该是星星吧？怎么没看到？哎，坏掉了、哦！哎呀，关声音了，没听到。我听到，但是 FB 的狗关声音，没差啦，关就关啊。我把它调小声。哦，刚刚不是这个才是啊，所以刚刚那是什么声音？支持者，支持者，支持者会有那个啊，钱掉下来的声音啊。会吗？有啦，你下个月再支持一次，你听听看。好。好嘞。我觉得你应该支持者的声音啊，可是没有看到支持者啊。最后支持者是那个啊，雨啊，三天以前。嗯，我支持者过期了吗？感谢捷云，让我知道我听错了，感谢你。他不是蓝色就不用抓了。什么？他不是蓝色不用抓？急躁心蛮热的，我来了，看你尾巴。支持和星星都有啊，所以刚刚只有星星啊，没有支持啊。我一直以为他的音效都差不多。没有，我去看看。算啦，可是你不用试啊，因为你那个登完之后会有钱掉下来的声音啊。我一看，一只兔子在一直狂吃萝卜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说坏掉了，所以你没看到？没有坏掉啊，可是我不知道刚刚是谁啊，我看后台也没有看到啊。怎么会有惊叹？嗯，声音又不同。不是星星想等于你出现啊！我只是不知道有些声音真的音效太多，搞到我现在自己很乱。
太老剧，哎、欸，还是星星的声音会不同啊。感谢老，干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。会不会星星的数量不一样，声音就不一样啊？有可能、欸，有可能，因为我每次都是，我看到有只蛇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有一个兔子在吃萝卜，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是英文，我刚刚没看到是谁啊？那个啦，猫自己跑来用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对，它不会续订哦、喔，可恶。它会自己续订啊？为什么我都没有续订？奇怪。你是信用卡吗？对啊，信用卡。那你是不是有关掉它？那个关掉，它就不会自己续订。你要自己去后台再把它打开。哎呀，真麻烦。对。不是吧？它关掉了，不管是谁就关。我怕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放着它，我就没钱吃饭。你有没有那么穷啊？有钱看电影，没钱吃饭。哎、欸，电影票很便宜耶！哇靠，电影票可以多便宜？学生票两百，两百多啊！订阅我一次多少？160而已耶。你就只是 不想看我20而已嘛？老实讲啊。没，不是。你只是想看我20。你宁愿我20，也不愿你20。